欢迎回到由成长只有一次给孩子最好的伊利 QQ 星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感谢合作伙伴中国洗衣液领导品牌蓝月亮洁净在身边，指定座驾成安马自达全新 CX5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刘烨拿着辛辛苦苦换来的酒壶来到了电器行。你好，能跟你说一分钟吗？电器行的老板能答应他用一个小小的酒壶换一个大大的电冰箱吗？然后土豆，我换了第四次，换到一个这样一个装那个洋酒的酒壶，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愿意帮忙，就换一个更值钱或更大的。意思就是我再给你换一个。对，就是咱们交换。换的，然后我再换一个更好一点的。更好的，如果要是说比这个贵多一点呢，我离我的目标就会更近一点。就是只要您愿意，就是就算帮我完成任务。老人他需要什么，我再换成。老人讲这样，他需要一个冰箱。那就换换这冰箱。可以的。太震撼了，我们碰了屋。我至少有很多次是最后我感觉就是在求人已经都自己皮了啊！哎呦，就是太多情绪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讲了我的那种自尊心、累、冷遇，然后跑了几条街带着孩子，哎呦我当时就各种情绪吧，我当时眼神红，但是我说不能哭，哭了就矫情了。我觉得从一个酒壶换直接换冰箱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可能。只要说。给老人，那是咱对老人的一片孝心嘛。我可以抱抱你吗？可以。然后这个酒壶，你是我。对，给当家的，我们家也一样，女人当家，女人是老大，我就是只能说是特别感谢，谢谢。谢谢你。因为谢谢叔叔。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这是什么？这个是特别好的东西。诺伊，你不知道咱俩多幸运。诺伊，本来爸爸打算今晚带你住桥洞子的，但现在不用了。诺伊，啊。你看好叔叔开这车多舒服。对。我今天早上有点淘气。你今天早上淘气？你今天早上很好，身体。你是下午有点淘气，但也不怪你，因为爸爸懂你的年龄来讲，接受这么多。爸爸，是现在我们要回家吗？对，咱们现在回去。那爸爸来一个好不好？行。这个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晴天呀，蓝天，蓝根艳阳的天，看着我的脖子滴溜溜的烟。啊，这些都是货啥？好漂亮的货伞，像这个都是我们这儿比较好的，有四层纱啊，哇，带袖的，它这个它都可以穿。然后像这种带肩膀的，我也接过货，我咋没有知道有这么多好看的货伞呢？我要给姐姐选择这个，我要姐姐给。啊，好，等会我们再看姐姐的。前边也是年轻人穿的，短的，有果罩的。哦，那最保守的就是这款了吗？还有，我们先给奶奶选，好吧？我们选这件。啊，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来了，这件多少钱？这个800多。八百多？对，800多。再见。这边还有。再见。再见。哎，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我们看中一条裙子，但是这条裙子要800多，爸爸包里面只有400。还差一倍的钱，
我希望萱萱你最可爱了，她也喜欢你。你不要先不要瞌睡，我们去求一求这家那个美丽的漂亮的姐姐，好不好？嘴巴一定要甜，好不好？好，你拿着这个钱，你去吧，去吧，用尽你所有的力气把那个婚纱拿回来。你带了多少钱呀？只有10块钱。哎呀，那差好多了，我这个婚纱800多呢。姐姐心情好吧？姐姐心情好吧？卖饼卖了7000。你闻还有血汗味嘞。血汗味。你是不是特别辛苦挣来的？哎呦，好可爱呀！如果我给你便宜点，好吧，好吧。阿姨，你可以送条金子给我吗？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排亮，排亮。OK， 好，1、2、3，开始，学个。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给亲人吧呀，陆军。好，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好，我们就一直讲这个，好不好？然后他唱后面的，1、2、3、4，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吧，陆军。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吧，陆军。猪啊，羊啊，唱不进去了，我这。不，这样吧，同志们，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你就继续唱。就是你的意思，让他们唱几遍，两遍、三遍。我唱，当你唱完。不行，夏丽，不行，这个真的，这个太复杂了。其实不复杂了，你就唱歌。我的意思啊，小孩完成了以后，咱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歌一完成，咱就下去。你觉得嘞？我不觉得，因为有小孩子在，这个会太难做。站起来。林大俊。起表率作用，站起来。OK， 林大俊，你要再这样，你就出去关紧闭。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就演出，好不好？你要不演就别演，好吧？你别在这捣乱，听见了没有？捣什么乱呢？这不叫捣乱。那就不要捣乱，是什么？你这怎么当的？什么怎么当的呀？你这人怎么当的呀？你好好排练，这是排练。好不好？人家小朋友都站着，姐姐发个高烧，生个病都站着，为什么坐着？嘿，别听他的。为什么不听我的？排练了，这是个很严肃、很认真的事情。你什么鬼吗？你什么鬼吗？我是你爹。你这是可是。老夏，你别这么排，别这么排。OK， 好。好，我们一起，好不好？可以试试看一起做吗？可以试试看一起做吗？好不好？送到哪里去？去是去吗？去是不是？去送到哪里去？是不是？好，谢谢。去吧。送到哪公主？还有这个。这个公主部分是很好笑，可是这次我们要好好练。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说“送到哪里去”，可以吗？因为叔叔，我想当公主。哎，我知道，可是这个戏没有公主。有一个妈，一个狗，一个猪，一个牛，一个羊，可以吗？好。那我可以当公主吗 ？Elsa 公主。你明天可以当 Elsa 公主一整天，好不好？好。好。那我可不可以当你的王子？一起唱，我当你的王子。好，是不是想到要去见姐姐，你就超激动的，激不激动？气热中。哇，你这么兴奋啊？等着我。我先走了。看姐姐在那边，快去。
是什么？哇，是不是公主装啊？去吧。不是你，你跟我去。你自己去吧，你自己想送给他。去去去去去。干嘛回来啊？就一起去嘛。你去一次，去一次，你自己一个次就去了吧，一次就成功了。就你这是你专门给姐姐送来的。我今天晚上支持你上。不，但是那你要自己给她说哟。哇，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衣服？是你自己要穿的吗？不是，是我送给姐姐的。哇，芭比，你看她有公主装哦。你去买公主装送给姐姐，你有听到吗？我去买很远的地方。我们今天走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去给奶奶买婚纱，但是通过她的努力，专门给老板说，你能不能送我一件裙子，我想送给我喜欢的姐姐。哎呦，芭比，你要说什么？爸爸为你替你告白了哈。你喜不喜欢？喜欢。哦，稍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他送给你的，你看一下，是不是很漂亮？你要跟他说什么？谢谢。我们包一个。哇，他真的很动人啊。你说萱萱，这个时间我们不要谈羊的事情，好吧？好，大军都走了，大军哥都走了。那我去上面，我可以去吗？这个楼梯超级危险。爸爸，他要去哪里？我也说爸爸。你不想说拜拜吧？今天你们拍戏拍的怎么样啊？哎呀，你哪里？就是没感觉嘛，现在。说你这拍戏是你的强项啊？哎呀，不是。那孩子啊？不是，现在。弄得夹上了，怎么夹上了？你看您剧情需要什么，我需要我怎么做？就让你演个小日本。日本人啊，日本人，我而且中弹无数次不死的。就说白了，就是日本大将折腾一郎啊，就折腾死你啊。OK。很短。对啊，对，为艺术献身。也行，也行。我是牛妹。哇，好棒啊，牛 ！High five！ 我发声，你还是表演。蹦蹦蹦，蹦蹦，我说几下，你几下，折腾你吧。啊，对对对。一二，走。好，把车开走。往哪边？哇！谢谢。是吧？阿姨的哎呦妈！奶奶你好，我们今天专门给奶奶把婚纱带来了，然后我们想请穿上最漂亮的婚纱。好，希望谢谢你能奶奶健健康康。耶，好，你乖乖。看 QQ 星爸爸去哪儿赢取 QQ 星旅游大奖。五对父子辛苦了一整天，终于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一场革命老军人的世纪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哎哎哎哎，你怎么跑上来了呀？电视我有点害羞看到你们，刚才我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你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你叫什么？今年几岁？预备开始。我今天四岁，可是刚才有那些班长那来那去，有一个人想。去偷我人和东西，班长就把我给抓住了。你还没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诺伊。记住了吗？谢谢。哦哟，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来的夏克利哦。哎呀，我今天有带一个朋友，这里有。五个动物要跟大家 say hello， 你是什么动物？我是马。哇，好棒的马，好棒！我是狗，汪汪。汪汪，好棒！我是牛，咩。我是猪，我是羊，咩。好棒的羊！你是哪一位？你叫什么名字？探长组。好，我们现在乱七八糟的下台，好来，哇！哎呀，不容易。啊，完了。亲爱的父老乡亲，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林永健。1937年，鬼子就进了中原，鬼子就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后进了山海关，瞄了一瞄准，嘣，打死个翻译官，嘣，打死个翻译官，嘣，嘣。我艺术先生，嘣嘣嘣嘣嘣嘣，演的好不好？朋友们，咱们表演的精不精彩？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付出他们的青春和热血的老英雄们，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登场。走，敬礼。我叫彭子欣，今年75了。我叫刘书章，今年85岁。我叫白永祥，现年88岁。西北野战中二中工兵团8连的连长。白爷爷就是今天这场世纪婚礼的男主角。结婚59年的他，至今也没有办过一场像样的婚礼。今天我们希望能够给爷爷和奶奶来办一场最漂亮的世纪婚礼，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先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白奶奶，我们今天的新娘子登场，有请。谢谢。